好，那等到我们这个排位赛可以开打的时候啊，这边又有这个主题代替第二期奖励了啊，立即领取。哎，结果我们这边只能领这些了，好不好？比较少一点点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走起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可以那个领到蛮多这个超级稀有的这个星星啊，也不是超级稀有啦，就是可以开的这个星星啦，然后就没了。然后全新的主题代替来了，那。上一次的这个赛季的话呢，好像是就是我们那个比较未来篇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的话就换成这个比较埃及的感觉嘛，这边有这个我们这个蛇女的这个感觉哦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就是全新的这个第28赛季天神大战怪兽，各位，就是天神大战这个怪兽的这个环节了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先来一样。排位赛一定先给人家打起来哦，赶快！这一次想要赶快先来排一下了，所以最近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就是来开个这个荒野乱斗的直播，然后来就是狂爬猛爬我们的排位啦。不过今天先要先看一下那个、哦，今天应该是要玩，今天五点如果要开直播的话，应该是要六点要开直播的话，应该是要玩那个极速快感啊的这个赛车游戏啊。最近好像又有一个跟那个极速领域很像的这个赛车游戏哦。风格啦，就是玩法比较像的哦，就是要那个 CWW 喷那些的，打烂打烂，呜呼，可以，来来来，来我们这边的话，这一次看一下能不能爬比较高一点点啦，我觉得，趁这一次这个暑假环节啊，没问题哦。而且现在大家基本上排位应该都是还没开始爬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状态，所以应该是可以让观众朋友们代代折品啊。老司机载载我，可以哦。有，好险！我这边加了一个护盾，把自己奶回来了啊，不是把自己就是保守回来了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他冲出来啊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队友啊，帮我们收掉他啦，所以应该是 OK 的呀、啊。来了来了，说来说比较麻烦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啊，这个画面就是上次我给大家看过，就是上下缺棋，所以比较不敢就是打太恐怖的东西。但现在我已经慢慢习惯用这个电脑当画面了。你看电脑当画面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，我会不知道我按到的是什么。我会发现我按不到我想要按的东西。哇嘞嘞哇嘞嘞，这感觉好像也是挺哇，这个凯特猫猫真的是会弄死我们哎。对啊，好险这边没问题。我们法兰克来那边唱歌，看来还是游刃有余的哟。哦，没有问题，直接获得神力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再来一把我们，哎呦，传奇，花了发，嗨，啊 ，DIY 机甲，但我说真的啦，我现在看到什么传奇或是什么神话这些角色啊，但是都没有那个都没有，就是我没有就是拿到这个角色，还是现在其实就不会那个啦，各位，是不是现在其实开宝箱是开不到我们是自己没有的角色啊？因为我感觉我们这边应该会有好运，然后会开到很多那个很多角色的，可是我们开到的都不是角色都是造型那安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来啦，我看看啊，隐形哥，再见。呼呼呼呼呼呼，飞一下，完了，我应该往旁边走的，不该往那边飞。来啦来啦，又跑！想不到我在你隔壁吧？哎，完了，被打死了。一个 100% 比84应该还有点小救。YOLO BLUE。有，弄到，哇！回一下，回血。你看，用这个玩的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因为我看不到手机的这个画面，所以我就会直接依照这个电脑画面，然后往前飞啊，然后我按不到我的那个按钮啊，这大概就是那个，这大概就是没办法直接用手机控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了。那其他都还好，没问题哦。看火速上分当中，
走起，没有问题。有喽有喽，据点争夺战，那一定就是甲机了。我到现在这据点争夺战，我自己个人还是蛮爱使用这个甲机的啊。甲机环节是真的不赖啊，我觉得，你至少就是可以就是在一个旁边那个直接震别人。哎，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天神大战怪兽这个环节的这个造型，我觉得也还算是挺好看的，对啊，那个风格也是不错的。OK， 开战！全部震歪，那赢定啦，各位！他们直接被我们震死三只了，而且这关基本上是那个啊，是那什么，一个圈圈的，这种一个圈圈的这个环节我都蛮喜欢的，因为一个圈圈的话，这甲机根本超神啊，神到一个爆炸！你看，我就只要在这边顾好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交给队友们了，这边全部吸过来，然后开炸开炸，因为他们只要对我造成伤害。他们就会被我的这个余震哦震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余震波啊，各位，小心点。来了，吸过来，有震波，哈哈，看从头到尾都没死呀，太神啦，各位，直接把这关给他拿下。哟，耶嘿。好了，应该是完美了，谢谢大家，甲机无敌。不过这是一个正圈的会比较舒服啦，如果是那个两个正圈的话，就要看另外一边的这个队友他们 hold 不 hold 得住了。可以哦，继续看，狂上分，猛上分，希望这一次真的是不错，好不好？来了，这边是金库工坊，然后他选了这个艾德加，那我们就选李昂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分工合作一下。一个飞，一个隐身啊，那隐身飞贼完全没问题。来了金库攻防战，嘿嘿，走起走起，耶耶，来了来了，试一下，哦，他这也是幽灵里昂哎。对，他真的是幽灵里昂，完了，进不去，哇，看来会完蛋哦，他隐身了，他隐身了。We can do this. 哦，来了， What's this? 隐身一下。为什么他看得到我呀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隐身了吗？还是因为被看到之后那个眼睛就会开启啊？先把这个熊杀掉。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都看得到我呀？哎嘿，好了啦。哎，快快快快快扁快扁快扁！哟呼！有了有了，隐身 ，like 宁驾有了，可以哟、哦！哇，我们今天白月战还没出过啊！这等级的位阶，我们看来是挺轻松松的哟，可以哟、哦，各位，嘿嘿，继续继续，抢心大作战啊！抢心大作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哟。我看一下哦，那我要用德拉古抢心，德拉古已经深得我心，再让他来抢别人的心，哈哈哈，应该是可以。来喽来喽，各位，啊啊啊！啊、哦，不过我们队友没有选角哎、欸，我们队友在干嘛？快点选角！来了来了，你看他们这一次的这个 skin， 其实这个漫画图也还算是挺可爱的。来了，各位，我们的德拉古，哟呼，哎嘿嘿，我靠，我靠，
靠！那个老麦的那个阵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我靠！然后护盾。哇！我这边没有办法再切一个那个喷火了。更新，我一个更新一滴血可以吧？这操作六吧，各位。好，回满血。啊！哎，完了完了！哇，哎，我被晕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放任何的这个配件哎。哇唧唧，白痴，被玩我玩死啦，各位。